本地手工啤酒嘅市場，自己就覺得香港其實發展比較慢少少嘅，相對外國。香港其實本身而家都會有自己嘅酒廠啦，都已經係逐步除咗去釀酒俾我哋一啲嘅零售業之外咧，佢哋自己都會開設一啲嘅酒吧，發展係一直向上嘅。咁但係都比較多普遍嘅飲酒嘅人啦，或者唔飲酒嘅人啦，都會覺得啤酒會有一個固定嘅概念，譬如話啤酒就一定係苦嘅，或者係一啲麥克老嘅嘢。